大家好，今天就聊一下兰花。进入秋季，如果家里的兰花还没有抽见的话，首先检查一下这个盘土，就是土壤，检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缺乏了磷钾元素。如果一旦缺乏磷钾元素的话，它也是比较的难抽出花见的，所以呢，这时候一定要给它补上了，补上的话还来得及，它还能抽出花见的。那么呢，最好这时候就给它补一下磷钾元素了。磷钾元素有什么呢？有花多多二号，还有这种磷酸二氢钾，这两种任选其中一种给它浇灌就可以了。首先就说一下这种磷酸二氢钾。磷酸二氢钾呢，它是一种助根助花，还有促进这个叶片快速抽出的作用的，而且呢，对这个根系啊不会造成一个烧根或者是烧苗的现象的。所以花友们呢，就是使用这种硫酸亚铁给它注一下花见是比较好的。使用的话，就是大概一个兑上1200毫升的清水，给它每7到10天浇灌一次即可啊。这样呢，等到它抽出花见就可以给它停止使用了。这样的方法是比较好的，这样的施肥方法。所以呢，花友们，你想要家里的兰花抽出花见快速生长的话呢，不妨给它补一点这种磷钾肥啦。特别是一些初养兰花的兰友啊，一定要做好这个助花的准备了啊。到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观赏到一整盆开满花的兰花了。好了，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好，下期再见。